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夏日年度盛事艺术制造季今天热闹开幕，活动自2017年开办至今已经迈入了第四届，开启了制造精神融入艺术展演的风潮。纸飞机吗？祝你名声为纸在翱翔，由策展人徐家维共同创作。2020年艺术制造季以“纸在自在”为主题，从7月18号到9月20号，规划了4大户外装置艺术，包括有“窗景记忆”、“纸在乎你”、“纸胶带的纸艺同乐”以及“纸在翱翔”等等。另外还有20场的市集、10场工作坊以及名人讲座，邀请艺术家以纸发挥巧思，创作出大型的户外装置艺术，呼应园区城市纸厂的历史，也重新感受纸产业与艺术的关系。是中文纸厂，古早的时阵呢，我细汉的时阵呢，读册时捌来遮打工，所以呢，对于咱的中文纸厂非常非常的有印象所以呢，当时呢，台湾全省最大的这个制造纸的公司就是咱中心纸厂，所以呢，它规模非常非常的大今晚呢是咱的文化艺术的这个场地所以呢非常非常感谢。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纸的艺术让制造纸飞机纸的胶带做呢会当制作真济项的咱的跟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讲咱去这间厝大便纸嘛爱纸咱的写字嘛爱用纸囡仔读册课本也要纸。什么都跟纸有关系，所以呢，纸的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县长林志妙表示，艺术制造季以大型装置、主题工作坊与市集，引导民众启动想象与共创体验，透过节庆活动让生活与艺术紧密串联。而今年再加上夜间的同万星光乐园，从早到晚都有好去处，今夏的宜兰可说是加倍热闹。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明采访报道。